個網台記者會嗰個組織有冇用先？嗯 ，OK， 即係開頭嗱，而家你籌備嘅情況同埋開頭你係諗住點解要去搞呢樣嘢咧？而家籌備到咩情況咧？同埋嗱，開頭咧其實呢單嘢都係一啲行家咁啊，即係喺即係都係由上年十一月理大開始啦。咁我哋入完籌架咁啊，有幾個不如唔得喎，真要搞翻，我哋要團結一齊。咁咪知道你實搞啦。係，你由上年十一月唔好話十一月，再之前你知道啲事件惡化，你再出嚟咧，好。唔掂啦，咁好啦。去到幾時咧？喺五月，大家記唔記得有一次喺山東街嗰邊，係連嗰啲大台記者，包括你明報啊、蘋果啊、香港電台，要你全部即係踎喺度啊，趴埋牆啊。因為嗰次就好離譜，因為於是有啲人就過嚟，喂，康正，不如我哋依家搞下即係一啲類似咁嘅組織啦。因為即係講真。好多你又未必符合資格入記協，咁你要做嗰啲即係主流傳媒，咁啊佢唔承認你就唔承認你噶啦。新聞處報刊處，尤其是你新聞處咧，我哋 check 翻啲資料咧，最近咧啲網媒佢嚟講係得一兩間佢批你入嘅啫，其餘有好多申請咗好耐啊，或者有啲本身係新聞處名單有嘅。喺呢幾個月都冇咗，佢話哦冇喎，依家個名字你唔見咗咯。但係新聞處呢樣嘢嗱，即係我嘅理解啊。理論即係除咗而家有個政治嘅操作啦，理論上就基本上係任何機構，我覺得都應該得嘅，因為係開放啊嘛，政府新聞處嚟噶嘛。嗱，佢最大嘅作用就只不過唔係承認你啊，佢冇呢個能力嘅，就係佢將佢政府嘅消息，即係你申請咗，佢就俾你咁解啫嘛。佢冇能力冇權力，只不過政府發放消息，譬如我通知你聽日三點鐘，政府有個衞生處佢記招就係咁啦。就係咁樣咯，係啦。咁其實某程度喺以前嘅成立咧，即係如果你睇翻呢個架機構啊。在港英時代是一個什麼架構呢？就只不過即叫簡單啲講，是政府和傳媒的 coordinator 聯絡處咁解嘅咋。其實佢冇權力㗎。冇啊。咁但係你冇咁嘅法例俾你咁做啦。嗱，即使係咁樣底下，都會發覺有啲人係申請入呢個新聞處。譬如我嗱，譬如咁講，我真係整張紙媒，我真係日日賣都好。我去照計理論上咧，佢就應該我一申請，佢就會俾我，因為我需要啲咁嘅政府資訊㗎嘛，方便我哋啲同事做嘢㗎嘛。即係近其實上年開始都發覺，喂，妖點解你咁撚慢嘅？咁耐都唔批嘅。又或者甚至乎以前批咗，而家都冇咗個名。係。OK， 好，繼續。咁啊，好多呢啲咁啊，不如即係時間我話嗱，基本嘅條件一樣嘢先。你知即係其實唔同台唔同記者啊，譬如有支咪，咁啊個個都係有自己性格嘅。係。我最緊要聯絡曬所有。即係盡量唔好即係一個不靜。咁啊，即係盡量去做啦嚇。咁啊，於是我都即係大家夾手夾腳去揾人啊、問人啊。你唔問下唔知咧。嗱，你唔計嗰啲本身好似話屬於立場啊、讀媒啊，本身佢新聞處退休嗰啲啦。喺新聞處出邊冇嗰啲網媒啊。我計計埋埋都最少七十幾個。咁啊都好，最尾都有六十幾個咧，係會即係大家肯一齊做嘅。咁啊，有一啲咧就咪唔肯做，有一啲咧。就已經唔敢再出嚟，尤其是一啲媒體入邊多學生記者，因為已經係嚇到驚咗啊！由你七二一咁樣599G 啊，跟住八三一啊咁樣搞啊，跟住有啲其實有你嘅記協證都會俾人拉啊，俾人打啊，咁啊話你非法集結啊，有好多呢啲咁佢咁嘅嘢，咁啊所以去到最尾依家咁啊，尋日，咁啊我尋日一做完呢個罪證分析，就已經好多啲老友記 send 呢一單嘢佢俾我，仲未出新聞啊，係 send 個稿就嚟佢俾我。跟住大家就即刻好啦，喺度傾啊，傾好多揼啊咁啊，揼份即係聯署佢聲明佢出嚟啊。去到依家以我所知啦，都有五十幾六十間媒體啊，都已經係簽咗啦。咁啊，即係你話阿 Kelvin 阿馮總喺晏晝三點鐘維權話，我同白影係發起人，咁其實個 idea 就唔係嚟自我嘅。咁啊，只不過咁啊，佢哋即係你都知，其實唔同媒體之間咧。即係好似我哋網台啊，咁有時大家分裂啊，佢出嚟，不如咁啦，揾白影咁熟嘅個名，都係啲老友記嚟嘅，係咪以前熱狗出嚟噶？係，咁啊後屘就自己做個 TM HK 啦，我識佢應該，同聲咁啊都係啲老友記，咁啊不如揾兩個咁即係比較，又唔敢話認受性高啲，即係又唔敢話即係總之係接受程度好啲嘅啦嚇，即係。咁啊，就嚟做呢個咁嘅即係召集人。其實 idea 都嚟自好多行家嘅，咁啊，所以咁快就可以集合到。咁對住呢一單嘢咧，首先即係你問我咁啊，盡有原因嘅。咁有啲係本身對，譬如記協啊，咁啊嗰啲即係，唉，與其靠人哋，不如試下命運，可唔可以掌握？咁當然啦，不嬲都係啦，係啊。唔係啊，而家呢個問題係，就算你將個命運交俾佢，佢都俾人搞撚掂啊。
係啊，係啊，即係而家嘅情況。佢搞埋你添啊！就算你想避啊，之前有啲話，我哋即係申請啲企業證就佢冇事。嗰時我都同佢部分講，下一步咧就搞埋呢樣，搞曬我哋冇曬啲網媒，就搞你嗰啲咩立場啊、蘋果點解？首先佢除咗係驚你太多鏡頭之外咧，即係影到佢啲真相啦。因為嗰啲片有好多時候入到去法庭。是可以證明到那些被捕者是無罪，不得止還可以反證你的黑警是濫捕，還有反證反映他隨時的口供是不誠實的，假口供是的，已經有了其實，所以為什麼他會，這個是我自己想的推測，會有這麼急切就最近的法庭的案件對他不利，有些判決很多都說法庭信講大話，但不會追究他藐視法庭的，不會追究他給假口供的，他就是這些片越少越好，譬如你優品影到西灣河開槍，你十九傳媒就影到這個 大賭波推鐵，我們就影到當日印尼女記者隻眼就被射盲，這些片他就不想這麼多出現咯。OK 好，